起来。很大呢，对啊，他现在可以坐在这边。这个好像是那个某个那个别墅，这个有这个什么？哎，这边它有泳池哎，这泳池更大，对，有个更大，但是跟大家因为就每一区每一区，你看它有个树屋哎，哇，这个是什么餐厅吗？对，这可以用，这就可以一起在这边，可以在这边用这个，还有大荧幕哎。浴室感觉也不错。大家好，早安！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喽。哦，嗨，宝贝 ，Good morning。我们现在在餐厅。昨晚睡得好吗？好。你自己一张床哎。你昨天几点睡啊？跟大家公布一下。12点。这么晚睡？所以8点就起床了。我7点就起床。好。他这边就是呢，他会帮你配好一个，然后让配好一个菜，然后让你选饮料。要给他吗？对，要给他一点。我有，就让你选饮料，然后他们就会先上餐，应该吧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现在在等餐。你就给我选鸡块，可以送我一块吗？啊？他是培根，他又是培根。小乐没有，小乐说他早餐就是喜欢蛋饼或面，然后面包他不要。面，对，他喜欢面，黑板面。他是说肉跟面，早餐吃肉跟面。我可以一日三餐都吃面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十日三十餐都吃面，我可以一辈子只吃面。就之前去，哪里臭美术的时候，你在吃什么？应该吃过吧？有吃过。哎、欸，你那薯条好多、哦，你应该吃不完。还、啊、可以呀、啊。你直接整份他的沙拉了，他已经吃到了。你几点上学？每天早上几点上学？每天早上七点多。几点出门？7点。我们老师很会拖堂哦，所以下课都不给我们下课的那种。为什么？要抗议啊！抗议！抗议！鼓
我啦，讲他白布条吗？为什么他拖沓？我怎么讲的嘛？是他把现在好一点了吧？刚刚3年级不会啊，好了，他我们他可以把20分钟加个面3分钟下课，我们生气了。要去下水了，我要变成小鱼儿了。哎，你觉得这条路你好不好玩？很好玩吗？冰吗？好了，我要喷自己一点水了。至少眼镜对镜头，不可以对镜头。我说真的不行，我跟他们交换。我拒绝了他，他说：“那我们算了，宝贝。”好，我这个闭眼了，我没有骗你。你瞄准下面，你不要瞄准我头，我不想再让我头撕了。你已经撕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别笑。哎，我帮你做按摩 ，SPA， 水柱按摩，不错。我怎么脚还疼？好玩吧？这样好玩吧？你夹这干嘛？哎，我头发全湿了，我看看我现在长什么样子。为什么被太阳？还有香蕉的，嗯，特别好，嗯，我吃一口香蕉，下面有冰，可以拌一拌，不要太甜，嗯，这外面不会太甜，刚刚好，很香的花香，嗯，大家不晓得，嗯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热的，请你们吃吃看。
哇，热的。对，刚出炉很烫。哇，是软的。很软。可以上传 YouTube、脸书、抖音，分享给同事朋友看。你把它推冷再吃，妹妹。这边有电风扇。哦，很烫很烫，等一下我帮你推。刚出炉很烫，你要吹冷，它才会酥脆香。嗯。张、啊、小姐，你要一盒就好了吗？对，一盒。好，帮你卸妆。很烫哦。好。小心，小心。好吃啊。买了红豆抹茶冰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是在前面那一家。不牛，没关系啦。你看，也是抹茶。哇，珍珠好多哦。好，试试看吧。它真的有抹茶味，很浓很抹。它不是擂茶吧？是这边客家的擂茶。知道了哈。我上次是在去年的运动，前年的运动会上吃完的。还有人要吃吗？他问你要不要吃，我选没有，我还在努力吃这个。怎么？